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乔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百搭的一个拼色秀短袖 T 恤衫。大家看一下这一款短袖衫呢，它是非常简约的，都是百元以下的。不过它的质量呢，真的是非常不错的。大家离近点，先看一下它的细节、走线还有做工啊。做工都是这种包边的设计，它的领口呢做了一个这种螺纹边的啊，是加固的一个螺纹边。夏天衣服呢洗的比较多，所以呢它这件呢是做了一种加固边的，就不容易变形，领口可以穿很久的，比较耐用一些啊。这款颜色呢我是选了一个白色拼翡翠绿的，还有一件另外一件呢是一个翡翠绿拼黑色袖子的，到时候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件，它这件是个插肩袖啊，拼色的一个绿色插肩袖的，整体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。我买的这个呢是最小号 S 码的。这件短袖摸上手呢是非常的柔软亲肤的一个面料，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一款短袖啊，非常有分量感。在视频里面大家就能看到它的一个质感啊，实物我觉得比视频里面拍出来会更好看一些啊。这是一个白色拼绿色袖子的，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绿色拼接黑色短袖的话会更好看一些，我觉得会更显瘦啊。视觉上这个颜色呢它是比较中性化的，男女都是可以穿的哈，也可以当做情侣装来穿都是没问题的，或者闺蜜装来穿都是可以的啊。这是同款不同色的，它有很多种颜色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哦，它的尺码也有很多很多啊。现在呢我们把这两件衣服呢搭配一下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是白色拼绿色袖子的啊，穿上身呢非常的休闲，而且又百搭。短袖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质量稍微好一些的啊，这一款的话我觉得质量就还蛮不错的，穿上身呢非常舒服，它是一个百分百棉的一个面料，穿上身柔软又透气啊，非常的舒服，排湿性比较好一些啊。夏天的话穿起来不会闷热，如果说天气稍微凉一点的话也可以当做内搭来穿，外面叠加一个牛仔外套来穿也是没问题的哈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长度，这个长度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，也可以塞进去也可以放下来的。下面呢我搭配了一个灰色的运动裤，我们把它前面塞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前面塞一点的话后面不用塞啊，这样穿起来也是比较休闲随意的感觉，就非常的放松啊，出门穿或者在家穿都是可以的。搭配上小白鞋，大家参考一下这个穿上身的一个效果啊。这件运动裤的话也是非常平价又好穿的，颜色很百搭啊。这件短袖衫呢它也是比较有质感的啊，做内搭还是外穿都是可以的，毫无廉价感啊。这是绿色拼白色的一个效果，这个版型的话也是不分男女的，可以当做情侣装也可以当做闺蜜装来穿都是没问题的哈，比较中性化。我们现在试一下另一件，我觉得绿色的话呢它也是比较显瘦的啊，并且也是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，夏天穿起来感觉非常的清新啊。其实这两个颜色都是一个绿色系列的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，还有更多的颜色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。这件衣服呢我是整体塞进去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，这样的话呢比较适合小个子来穿搭啊，可以拉高身材的比例，这样的话呢又显高又显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，穿上身非常的舒服啊，无论是走线还是做工呢都是非常整洁的。这件短袖呢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，男女都是可以穿的哈。小乔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